教学影片最重要就是呈现我没有办法在黑板上呈现出的东西。当我没有办法在黑板上完美的展现出这个，但是我可以利用影片来展现这种效果，我觉得这才是我需要录的影片，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影片。所以说，像在一些应用题的解释当中，以前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，我可能在黑板就是单纯的告诉学生这个计算流程怎么做，但是利用影片录制，利用资讯设备，我可以用比较有趣的图案，比较生动的动画，然后来描述一个数学的概念。那在这种动画的过程当中，生动就是可爱的图形，学生看的会比较觉得有趣。那比起课堂上的公式推导来讲，利用这种图形的概念，让学生学习效果会更好。